师兄，苏小姐有个主意，我觉得不错。什么主意？哎，苏小姐，你说说。金安师傅，八贝先生在南京城里建立几个国际安全区和难民收容所，专门收容和安置战争难民。国际法有规定，战争难民是受国际公约保护的。要是我们这儿能办起难民收容所的话，日本人多少也会收敛点。那你们的意思是？这是个好主意。我们已经收容了24000多人了，我们不如把牌子挂出去，来个名正言顺。对啊，师傅，这也是积功德的事儿。好，明天一早咱们就把牌子挂起来。哎，师傅，不要怀疑多远啊，前面就是。师傅，我们去了庙里能收留我们吗？能收，能收。哎呀，太好了，可找到救命的菩萨了。来，我领你们上去。好。咱们现在是难民收容所吧，日本兵不敢再来祸害咱了。走。啊，志海师傅，本昌，哎，你们两个再把难民清点一下，有多少老人，多少妇女，多少孩子，还有多少伤病的，咱们都一一登记清楚。哦，当家的，还是我去吧。哎，司令官，报告します。任務もうできました。よし、見せてくれ。それが何も映っていません。全くの空です。何？何も映ってないだと？山田隊長につなげ。你说廖文香在哪里？我不认识什么廖文香，你说的话我不明白。金仁和尚，我们已经得到情报，国军的参谋长就藏在庙里，马上把人揪出来，不然的话那日本皇军可就不讲情面了。我庙里只有难民，没有什么参谋长。你还敢嘴硬？干嘛？隊長、こいつは税関所書いた住職の次元です。次元？Thank you.
让你们尝尝这三九天的滋味。你说要在什么地方？아나나가오샤다히도와코노오테라니키다크도와아리마스たとえこのお寺の人間をすべて殺しても見つかりませんよ。お、何ができるだ。私は日本に留学し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もしこの人を見たことがあるのなら、あなたに教えないわけないでしょう。こんな感じやくれ。やめろ。日本に留学してたのか。